好香啊！哎呀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刚才那个小油往上一浇，不行，太迷糊了。啊，好香啊，这个凉拌黄瓜，来吗？好，蘑菇热烈欢迎我们第五季的第一批客人，我们的乔杉和刘小艺两位老师，谢谢，谢谢何老师，谢谢妹妹。这也是蘑菇第一次中午有这个景象，哎，因为有煤气灶。谢谢磊哥，谢谢鹏鹏。好了，吃饭饭喽。好，我来块牛肉吃。豆腐乳牛肉，在没有豆瓣酱的情况下用豆腐乳做的牛肉。这是牛肉，牛肉也是牛肉，也可以吧。你吃这块牛肉，你尝尝这边。我知道它的味道，别的好吃。别的好吃，我洗澡去了啊！哎，好嘞，辛苦黄老师，辛苦，辛苦哥，我一会儿回来，要等你吗？不用不用，你们吃吧，开心吃吧。好，妹妹加着蛋啊。搞一个碗给师傅盛点出来吧，盛点什么出来？菜啊，什么米饭什么。那行，那女生拿个碗盛一点给师傅。好嘞，我觉得搞完很快的样子呢。可以吗 ？OK。哦。黄老师，哎，来喽！一心老子给你留了菜。哎，那里有一盆，就是您看您这个。这么棒！哎呀，好吃的过分。